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师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格雷的升华的故事吧。地心的恩人，因刚才跟艾尔莎的故事有点关系啊。那只众人在原来的世界的路上 ，OK， 这边一样，好痛，竟然掉到阴森的地方，似乎跟那只他们失散。那不是露西的钥匙吗？那么艾小露西在干什么？被时空乱流吸走的心灵钥匙插在实地的缝隙中，被四处幽暗的深渊之力显得格外耀眼。一般居住在深渊的地精，一个拉着一个，使劲把钥匙拔出来。金光闪闪，真漂亮！大家使劲把它拔出来啊！嘿呀嘿呀！喂，你们等一下。OK， 所以真的是那个格雷教的。地精太多了其实，在妖精尾巴一开始前几周，我一直觉得格雷其实并不是很强的角色。到后期，就是被老爸传授那个叫什么魔法，那个好像是恶之魔法，那就是恶魔的冰魔法系列之后，哦，格雷整个能力爆表。那时候就觉得，哦，格雷好强。要不然他每次遇到强敌，就只能用冰封那一招通过语境而已。地精们拔出钥匙的瞬间，地底传来异动，未料受到地面产生一端裂开，然后迅速地往另一端延伸开去。哎呀，地裂了，我们跌上去了。Ice Make 冰之地板，格雷双手摆出架势，冰霜便覆盖着整片龟裂的地面，制止了崩裂。地裂停了，我们没事，是你救了我们，你是地精族的恩人。OK。不过在这次合作系列，格雷这次角色卡好像不用必练诶，他顶多是跟朱比亚有合作的技能比较实用一些，其他的好像就还好了。恩人，露西救了我们，这把漂亮钥匙就当做谢礼送给你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这时候取回露西钥匙，真走运啊！格雷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脱到身内裤，地精们纷纷注视格雷。恩人，你原来是个铺路狂，是何时的事？难道这是恩人强大的秘诀？那我也学一样脱了，请恩人传授自保的方法，交给我们这群可怜的地精吧。自从我们的守护萨鲁曼离开后，就一直被他族欺负。地精们可怜兮兮的样子打动了格雷，他便决定锻炼他们。一群多功能的地精全神贯注地盯着全裸的格雷，接受他的指导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什么剧情啊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剧情啊？
小鼠说：“掌上的水珠。”哎呦！等一下，我就快死了。这样啊，没敲到。在格列敲好上地心门的运转，水元素之力凝聚出防御的冰盾。格列觉得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，地心可怜巴巴地爬到格列身上，叽叽喳喳吵起来。阿冷，不要走！上罗曼首领不在，像你一走的话，我们会很寂寞的。我还有事要忙，一定得走。那你就帮我们做一个上罗曼守兵像吧，这样就难以走。为什么要我做啊？总之我一定要走。哼，这是借口吧？其实你不是有事要做，而是做不到上罗曼首领的兵像。我怎么可能做不到？我张个眼便能做出来。你们给我坐实瞧。受到第一件挑衅，格雷留下来做冰雕像。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萨鲁曼，格雷不知道他的长相。关凭地心们描述，一直造不出传神的萨鲁曼冰雕像。就这样，格雷留在深渊里，浪费时间。裸体魔法班，不要闹了，格雷。我觉得剧情越来越偏了。熟悉的声音，哎，他们有遇到哦，所以是艾尔莎。嗯，对，就是说生厚厚的霜雪变成地下的冰雪世界。等等啊，萨鲁曼的首领个子没那么高，另外眼睛应该大一点。这已经是第106个了，你们可以将就一点吗？高的话，你就把他腿长乱一点。萨鲁曼的首领腿被斩了。突然一声熟悉的叫喊起来，叫喊声中气十足，便带来怒气。格雷一听便知道是谁，回想那穿起铠甲的身影，下意识躲起来。你怎么突然躲起来？格雷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给我出来！你是谁？我们地心不同许伤害恩人。所以刚才那个战斗的艾尔莎故事，那个战斗地心是突然跑出去，希望跑出去的吗？大家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哦，好强哦！可以不要这么强吗？哇，快没血了！新珠，好讨厌！我最不会转这种东西了。
然后一直没攻击到，然后又没新珠，好累哦，还来啊，光属性连击。讨厌这种不能消连击的，最讨厌这种。好，解决。上啊，保护恩人啊。艾尔莎操纵多把剑刃，袭向十个扑向他的地精，将地精一个个打倒。地精们制造出许多冰盾，拼合起来的一道冰墙，阻止艾尔莎前进。这冰魔法，果然，格雷你在这，再不出来见我，后果自负。为免小命不保，格雷从地精筑成的冰墙后现身。格雷见到艾尔莎一脸凝重，身后还带着两个铠甲陌生的和一个缩在艾尔莎身后的地精，便知又有麻烦上身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啦，这边故事到这边结束了啊。欸，还有啊。哇，格雷这个比较难打。狗。集大成之作。艾尔莎将他遇上了露娜两位新宫的事，以及将地面的意向告诉格雷。格雷，你知道自己闯祸了吗？这附近的环境全部结霜，寒气直冲地面，让造成地面气温急降，大规模减灭人就是你，不可饶恕！我只是造冰雕啊！格雷觉得莫名其妙，然后还要跟人家打架。喂，不要乱打人啊！没有水珠，好路啊！这我从那民国几年啊？Thank you.
最近转租越来越烂了。我在干嘛？我认真转，认真转啊！已经是被阿克亚那个转租就是宠坏了。这样，先回血。先补血再转。好，转。哇，越战越强啊。奖励浮石风化。OK。天哪。我们先慢慢打，好像差不多了，不知道打不打得死、欸。想一下啊，哦，好险！可是我觉得这样我也打不死他 啊，看来要重打了。清楚。哦，要重打，好，好，我们重新挑战了。那。然后写到差不多30%以下，我们开格雷，再试一次。这次已经可以，有了，带走。哦，格雷的关卡真的比较难哎。嗯，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此时，地心一族将未完成的萨尔曼冰雕像推出来。星空大的恩人只帮我们制作萨尔曼首领的冰雕像，没想到冰魔法会令地面结冰的，请你放过恩人吧。这样吧，格雷负责融掉地面上的冰，你们就别再追究了。我的立场呢？你有意见？没有。露娜两人讨论一会儿，理解结冰一事只是意外，便决定不再追究。好，只要事情能够解决便行。我们为你跟艾尔莎领路回地面吧。
请等下，冰雕像还没完成啊。嗯，我要造一座萨鲁曼冰雕像，只可惜怎么弄也不传神。我来帮忙吧。在弄到苍劲有力的画风之下，他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给格雷参考。格雷按照画像造出一座格雷伟岸的萨鲁曼冰雕像。靠到雕像休息的格雷突然发现，远处那道异象是时空乱流。先弄掉那些冰，我们就赶过去吧。不好，那些钥匙还没，早就取回来了。格雷拿着钥匙晃了晃，艾莎撑上他的头，拉入自己铠甲一坚硬铠甲的胸膛磨蹭，出发吧。哦，那钥匙是十二只都找到了吗？艾莎，痛痛痛痛痛！好了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到通知的。谢谢大家这几个收看，拜拜。